喂，你得行 ，OK， 几多钱啊？500多元碎料啦。大佬，你喺度做乜啊？放学仲唔翻屋企？哇，你呢度行埋几钱啊？因为咁啦，你帮我做少少嘢，堆鞋咯，咪都系酬劳咯。呢啲咪就系你平时帮我带嗰啲嘢咯，细侄画公仔唔系画多出墙啊嘛。警察冇用，警察有得。